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丁贵族，欢迎收看南投新闻。草屯镇大观市场内底的银杏市场在地经营四十多年了，不过传出地主无要继续把地来租予摊商，五月底就会来结束营运。摊商来组成自治会，影响后续的代志以外，草屯镇公所也表示会全力来找找适合的地点，协助摊商来迁移。年节个要到啊，民众买鱼买肉，买去相当的旺。不过这正闹热市场，现在摊商所面临着必须迁走的问题。草屯镇大观市场内底银杏市场已经有47年的历史，是地方重要的早市。看到地主要把土地收回去，将在五月底来结束着营运，摊商真惊吓，唔知要去叨位，组成着自治会，寻求着草屯镇公所这单位的协助。是不是啊？无法卖讲啊，迁移，但是这个已经变成事实哈，事实哈，地主已经卖掉去啊，所以啊，草屯镇公所。有这个责任来整个哈，让咱这些摊商咧有一个个另外一个安置的地方哈。当然我嘛公所嘛真欢迎是不是回来公有市场哦？公有市场先即摆是有20几位哈，我嘛真欢迎哈。那书记就是爱有停车场，一定爱上，嘿，一定爱上迄个什么，上迄个大买家可是可以啊，对吧？有大个村。遐场，安尼后摆较袂塌车，因即个来耍，着爱研究啊，你知？你像即摆草屯啊，中山街甲这分叉路，摊家人个车拢袂当过，你学倒摆呢，大头拢摆到路中。草屯镇长甘金恒特别来甲市场来勘察，关心着这项代志，表示讲除了公有市场会当来选择，只是无遐济个单位，伊阁再找找其他个地点，全力协助办成个代志。即摆有已经有六七个所在吼，会当诶人吼，吼即个摊商选择更方便、更好的环境，让他们吼有生机、有生机了后诶，我相信市场才会活络。因市场若是停止营业了后，结果会影响到规个大观市场诶生理。餐厅王所将伫摊商取得共识了后，协助后续存在代志，会使互摊商安定落，民众嘛有当有好诶舒适购买环境。记者林雨欣，草报道。